大家好，前两天俺婆的电视坏了，说让俺都给他修修了，后来鼓捣了半天也没修好，我说干脆给他买个新的吧。嗯，21寸。啊，给你用了我给你拿钱。哎呦，这算李家俩孝敬你了，咱都不用说钱了啊。说起来在那住我桌上，俺俩也可少来看你。是呀、啊，那个我先给他装上吧。中了，我给他开开。好，开开吧。这是啥牌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多少钱呀？不贵，比你上回搁二手市场买那还便宜呢。哦，呵呵，那可能娘来吧。不磕呀，不用呢。哎呦，不磕、啊。哎呦，中中中，哎，拆开吧。姨姨，谢谢老婆妈。谢谢。嗯。咦，这也不小嘛，是不是？中是吧？啊。我想着买的太大了，你看着也不中，我说买个这差不多的算了。嗯，是的，那装屋吧，咱婆就自己搁这屋住着去。走。啊。还有啥的？还有这个。哦，里边还有遥控器的，是不是？你拿进来。拿进来，你。看着了还？你看这是之前的。这坏了。这个都太小了，比着、比那个大的多，是吧？是的。嗯，就这都中。嗯。你给他装吧，我也不会装。好，我来。哎，这咱婆自己一个人住的也挺好，是不是？嗯，清气，咱婆也就清气惯。嗯。咱婆还是用那种锅手法的型号啊，这以前那种菜也可多，是吧？咱婆也就看个戏，别的菜不看。可是，嗯，这插上应该都可以了。嗯，主要他自己住住，有个这也走个伴儿，是吧？不是了，把这黑了，给热闹热闹。热闹热闹。我跟你说，就是这两天呢。你说睡老早睡吧，睡不住啊，是吧？睡不住、啊。嗯，可中。哎呀妈！是的，你黑了看个电视可美。啊。不，这中了你搁这看吧，俺都回家里。啊。你再玩一会儿呗。不玩了。我得干活。俺给这牛奶喝了。咦、我不喝，你拿着吧。那。哎呦，中、啊。那你搁这看戏吧，俺都走了啊。嗯。别出来了，别出来了，外头冷。是的，你走走啊。你说慢点啊。啊，中。俺婆今年86了，身体也算可以。嗯，以后了咱俩没事了多来看看她，人家都说了嘛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。是的，当时俺妈是嫁到一个村了，所以俺上俺婆家走路就2分钟。是，以前嫁到药桌上的比较多，像俺爸跟俺妈他俩也是药桌的。哦，我去上菜市场看看那橘子还有甘蔗行情，一会儿跟他们放学了，我顺便给他们接回来。好，啊，我又先去中饭了。中啊，姨姨不敢上，给放下来。今天做烩面吧，要不好长时间没有吃过你做的那炝锅烩面了。中啊，做烩面这羊肉才是最香的。呀，你能点呢？谢谢。现在干啥都得等，俺这锅台到账了，人家还没有块来干累的。俺这一家人是都爱吃面条呀。哎，对了，李家。嗯，我刚才去菜市场看那橘子可以批发着卖，甘蔗有点贵了。中啊，慢点吃，姨姨，好吃不？好吃、啊。好吃啊。嗯，弄点盐。哎，谁呀？哥。哎，恁咋来了呀？吃饭了，哥。啊。这不连夜给我送回来了吗？他外头还买点烟火嘞，这份中哎。买的烟火啊？啊。哦，可以可以。慢点吧。咦咦，您吃饭了不？俺吃了。啊，那要没吃，对，送了烩面。啊，该多少个？那你吃了，俺吃过了。中中中。吃了烩面啊，烩面。这香的。哎，还有别人，再给恁下来。我吃了了。您吃吧。中中中，这买的啥呀？买的全是放烟火。嗯，小孩们都弄完。哦，那先吃饭，吃完饭咱等会儿放烟火中不？好。这样。你我先吃吧。你再吃吧，哥。好好好。
一听说他姑买回来的炮，都赶紧给饭吃吃，出来看烟火的。是的，离远一点啊，离远点。好长时间没有看过烟火了。